同了，好，所以只是一个简单的计算而已。可以先跟着我，我没有那么快开始表演。一袋1000公斤。然后我们就先用那个机器烘干那些稻谷，烘干之后呢，我们就把它送入脱壳机去壳。那 you see that shape?那啥嘛呢？谢谢谢谢谢谢，谢呢，一定谢金。所以它没有办法180去壳，我们就要用这个骨槽粉泥塞机器，它前后的摇，它就会分开稻谷还有这些糙米。然后这个稻谷呢，就会送回去脱壳机这里再制作多一次。如果糙米 brown rice 送来这个精米机，如果我们把全部的皮层都磨掉的话，这里就可以制成那个白米。如果只是磨掉一些皮层，就是糙米来的。所以磨得越多，营养自然越少。哎，sorry，要不要健康？可以慢慢学习吃。